对人有利而爱并连送礼反之。无井水校舍，百花齐放论，绿叶衬红花，母女对话。子女非荣耀我之器，平等清净之爱，不执着无我，故能爱众，同事放下不魔所求全现的爱。母鸡火灾父子，摩诃那罗国王拯救释迦族三万余人。三、爱心的培养与实践。成圣成贤不是奢侈品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成圣的意愿实行于生活中，真诚的爱必须表达出来。爱己，心想好事，口说好话，身行好事。爱家人，家庭是实践爱的基本单位，父子子孝，兄友弟恭。爱众生，德累沙修与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亲爱，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引导众生皆成佛道，自然享极乐。人民而爱物，珍惜感恩万物。四、爱的智慧。法家故事，藏私房前的女儿。陈玉明与大野狼的幽默转时，诚智者无伤。五、性侵之爱。接纳自己身材长相，人亦能知己十之，人实能知己百之。原谅一切，德累沙修女。如果我们想要爱人，就必须学会宽容别人的冒犯、过失、缺点、优点，不舍众生，给予他。济公为徒挑重担，只求重器一点真。妙心寺为妙大师，上天使人遭遇灾难，但上天并未遗弃这个人。四、结语。一、上帝不是单言，是宽容，一愿人人都悔改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二、只有世人心中怀爱，世界才有和平。